这是嘲讽勇士。哈登抢杜兰特大力暴扣，突然和保罗做出同一个动作。5月29日 NBA 西部决赛季七大战开打，火箭主场对阵勇士队，这是这两支球队本赛季的最后一次交手。目前双方打成了3-3平，赢球一方将晋级本赛季的 NBA 总决赛，和詹姆斯领衔的骑士队争夺总冠军。比赛打到第二节4:20，场上迎来了最大的高潮，火箭48-33领先15分了。哈登闪电般加速抢断杜兰特，然后一路高速奔跑后完成了冲天暴扣，将球狠狠砸进，全场20,000火箭死忠彻底沸腾了。进球后哈登做出了捂鼻子的疯狂庆祝动作，一路捂着鼻子跑回了本方半场，替补席上的火箭球员们全部都疯狂了，内内开怀大笑，保罗也学起了哈登捂鼻子的动作，跟哈登一起激情庆祝。半场比赛打下来，哈登已经拿到了16分、4个篮板、4次助攻、4次抢断，卡佩拉14分、6个篮板，戈登14分、4次助攻，塔克7分。除了阿里扎4投0中没打开，火箭该打开的点已经全部都打开了。今天的进攻感觉相当好，特别是在抢前场篮板球方面欲望极强，双方篮板球对比达到了惊人的26:17，前场篮板是11:5。